本期话题：打羽毛球能减肥吗？黄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打羽毛球能减肥吗？打羽毛球是像比较好的一种运动，因为是一种全身运动，如果运动量掌握得比较合适的话，是一个有氧运动里面比较好的一种减肥运动。当然减肥是要一定时间的，一般我们讲连续运动大约40分钟，那么就能够达到较好的减肥效果。当然打羽毛球它也是一种全身运动，一个是持续时间，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个，一般不建议做剧烈的运动，如果剧烈的运动呢，它有时候呢会反而就是说对身体身上一个坚持不了时间，好的是大量是好糖不好脂，那么就是说我们要为了达到减肥，通常呢建议做一些就是比较中强度的运动，那么能够达到的减肥效果持续时间能够长一些。另外呢，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要减肥一定要配合饮食方面，控制饮食或体重，这是减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，特别是控制饮食总量，那么多吃蔬菜多吃水果，那少吃那个油腻和主食。另外呢还要就是说生活规律再结合起来，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减肥效果，单靠某一种运动那么减肥效果是有限的，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综合考虑。